好，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为您带来的是第十二届农心杯三国围棋擂台赛的第四局，是我们中国队的谢和七段对阵日本队的坂井秀治八段。坂井秀治呢，他是一个是在职业棋手里面呢，他算是比较另类的。是一个传奇，我觉得。对，他因为在这之前他是当过医生。对，现在我们看到坐在屏幕右边的就是坂井秀治八段，左边的是谢赫七段，中央的呢应该是今天担任裁判长的罗建文七段，这双方在猜先。然后呢，看来是猜先，这个要换座位。要换座位，对。那这个有上手座、下手座吗？我知道日本有，有一点点关系，但是呢，可能。更重要的可能跟那个就现场啊，它那个棋盘的上顶上有一个顶镜头。顶镜头的播出呢，它的要配合着直播。对，配合着电视直播，或者说是我们有一个研究室也是通过它的顶镜头，有一个电视的显示器显示出来的。那么一般的大家的习惯呢，就是都是照的是黑棋的方向显示的。就是说。第一手棋一般来说是会下在右上方，黑棋也会下在右上方。就是说，本局像谢赫是执黑，我们看见了。就是说是谢赫的方向，从电视画面显示的棋盘的话，就是说是谢赫是黑棋的方向，实际上是。谢赫是昨天的发挥也非常的好，对，战胜了李世石。就是。可以说是大快人心的一盘胜利。对，尤其是李世石在开幕式说要取得十连胜，所以激起了我们很多中国棋手棋迷的不满。我觉得啊，可能李世石这个他说的十连胜，可能也不是很，他本人也不是很当真的一句话。所以我国的棋迷千万不要对这个很认真，对这个。这个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对，昨天呢，谢赫的这个胜利真的确实是击碎了对方的美梦。但是不管怎么说呢，就作为李世石来说，就真的给他下风的话，就不知道就什么时候他会下来。我当然谁都知道他肯定是，就是说不会什么十连胜这种不可能的。对，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传奇人物坂井秀治，他今年呢是以3-2击败了张栩，获得小棋胜。那就是获得了日本的一个头衔战的一个冠军。张栩能够战胜张栩，我想还是具备相当的实力的。对，而且坂井秀治是。从医生改行到职业棋手，我觉得简直是太传奇了。就是本来的话，就坂井秀治是就是正常的上了医科大学，然后当上了医生。当然，他在这个期间呢，他在他的就是学业期间，那不是指的是围棋的学业期间了，是对医生的这个医学的学业期间呢，他当然也经常以业余棋手的身份。在日本的就是业余大赛中呢，也取得过不错的成绩。其实他是在大学这段时间他就已经就是接触围棋，并不是说他考完了医生执照才开始的。绝对不，他并不是说是那些当了医生之后，他棋才进步。实际上他在上大学之前，他已经几乎具备了就是职业棋手的这么一个棋力。他只不过是那个时候他可能没想好要不要走职业棋手这条路。是，而且他是28岁才入的段。对，28岁这个是一个奇迹了，我觉得。对啊，就是在中国就是早就超龄了，就没有这个机会了。这当然，其实在日本也不能说是就是或者在韩国有这样的机会，就是特别少，这是一个特别的个例了。因为实际上坂井秀治他从小他也是参加了秀行的军团，经常来访问中国，跟我们交流比赛。那其实说这个坂井秀治这个名字也不是非常的陌生了。不算太陌生，实际上就是他作为业余棋手的时候，他也是相当强的。
有一定的基本功。对，也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也可以算作是陈志秀型的学生。哦，那他今天的对手呢，是我们中国的谢赫七段。嗯、其实他最近的势头也非常的猛，刚刚夺得了这个衢州烂柯杯的冠军。对，目前是我们国内比赛奖金最高的一个比赛，冠军奖金是50万元人民币。对。嗯，那两个状态极佳的棋手会碰撞出什么火花？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盘棋。好的，本局是谢赫的黑棋，新小目，就是小目。最近这个新小目也是很流行了。对，前一阵儿好像我觉得中国流大家下的多，然后现在这个新小目手脚也。不过最近玩黑棋就是这两个，要不中国流，要不就这样的新小目。嗯，然后白棋比较稳健的分头。嗯，因为这个布局最初来的时候呢，大家都是分头的，分头，但过了一阵呢，大家又改成挂角了，然后现在又回归了这个分头。也不见得是回归，我觉得可能跟对手是日本棋手也有关系。日本棋手还是这么平时下这样平时就是的棋风的比较多，就是分头一个，就是。嗯，如果挂角的话，就一上来可能会产生激战。可以，现在很流行的就二进低加挂角之后，另外也有自己在左边，对，构成一个正式。这风头，我想绝对不能算是坏棋嘛。嗯。然后黑棋挂角，白棋一间高加。嗯，这个是比较少见。一间高架。嗯，如果他飞的话，是不是黑棋就从这边逼过来再拆了？嗯，有这可能性，这大概是大飞吧。嗯，然后。嗯，拆也有，还有一个也有棋下飞的。进角。嗯，也有这样下的，是，这是都是，普通的一个进程。嗯。那么他选择是高架，实战白棋选择一间高架。然后黑棋就直接点角。直接点角，对。爬回来，搬接，搬粘再跳出来，白棋现在手脚，这个时候草是上边大还是下边大？大的地方太多了，这个拆山拦堤也挺大，我想下面这个拆也是相当大，不好像就是，但这个很可能是后手。他不会拆吗？他肯定会拆呀、啊。那他对啊，然后我就飞一个。拆或者是这个，啊、那我也飞。他可能就抢下面这个。那我觉得这个和这个好像都是我挺想下，因为他这个位置是高位，如果他是低位的话，那我可能还不一定有心情下。是挺想下。他高位我就想。但是他这个也是高位，然后这个拆也是相当了不得的一个好点。对于白棋来讲，很舒服的一个拆边。那、黑棋拆过来，那我会觉得这个位置低了，低了，长扁了一点。这是相对而言，因为这其实低有低的好处。比如说黑的拆在这儿的话，那实战它就拆在这儿的。对，因为跟这个相比较而言的话，真的不一定哪个好。这个这样的黑棋的下法是很实惠的。嗯，走这个的话，你不管怎么说，以后你可能补起来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棋形。对，但是要被白棋打入的话，就不太舒服了。是，这个棋像这一类的，那个结构啊，实际上黑棋呢，应该抱着一种心安理得的一种心态来看待它。嗯，就是说我如果一旦我这地方能成空，我已经很满足了。那么。如果说你来打入我的话，那我这个形状这个形状就比这个形状要好。嗯，所以这个是这样的一种形态啊，实际上也是挺不错的，黑棋来说也挺不错。嗯，在实战，谢赫就选择了这个。对，他拆下边，那么然后白棋挂之后再拆。这是常用的一个手法。嗯，我觉得这盘棋黑棋想下的好像特别冷静。嗯，是。因为这时候明显看见这边有一个明显的打入，对。那他选择的是冷静的跳了一个角。嗯，冷静跳。对，我觉得好冷静。如果这个地方是逼紧了的话，确实要马上要跳。对，但是这个那么松，这个、也要跳吗？我觉得不着急吧。不着急，但反过来说，
是吧？后来从实战进程来说，我觉得黑黑的这个跳还是有它的道理，因为他跳一个我就补一个。所谓的就是跳，你不着急的话，实际上是怕对手补。嗯。不补的话，实际上也是挺着急的一手棋。比如说啊，我先有这个了，白的就在上边。比如说黑子现在走这个，当然这个目前下这个不是一步好棋。那你现在跳的话，黑棋白棋总不会脱先吧？在这个右上这一带，或者说在上边这一带，白的肯定要接着下的，这个是全局的一个重中之重了。嗯。既然白棋后来，从结果来看，演变的过程等于是白棋脱先，一拉黑棋在这里下来的。这个是黑棋，从这个过程来看，白黑棋能够下这个再下这个，啊，全局来说是满意的。但是我们来就是讨论一下，就白棋为什么不肯补上边？对啊，这么宽的形状，对，而且它又有跳了，所以很想。或者说黑的为什么就愿意跳一个让白棋补回去？对啊，但白棋你随便放一个的话是可以。对，我觉得这个形状不是挺优美的，但是挺虚的，这地方特别虚。一个是这地方它有家的话，我搬一个，然后黑棋就跳。对，搬的话它有这个跳，是吧？是，确实有，确实就是有。那就是说还不太好吃。你如果说想冲这个的话，可以一打吃，虎过，粘住虎过，对，虎过，吃。那么你如果走别的呢？你如果走这一类呢，它就可以走这一类。所以这个棋上面这个夹有点棋，如果作为本手来说，你可能要去走这个，那这个空就被这个黑棋掏了很多。黑棋是不是还可以？还可以跳，然后这地方也有打路。所以这个结构不是很理想，白棋来说的话，也许说不定真的只能走在这儿。走在这儿，黑棋能肯让你成空的话，是他已经算很客气了，因为搞不好他还会有这一类的手段。那这个时候想搬凹，然后再碰。啊，手段很多，这个白棋也挺难办的，所以这个结构不是很理想。那就是说高家其实这边并不容易围控。对，不容易围控，并且就是说谢赫这手棋也不失为很冷静的一步棋。对，所以说在网上我已经看到有人称呼谢赫是淡定哥。淡定。是。真的非常冷静，然后黑棋再打入。白棋压一个。压一个。这个地方呢，就是这地方，当然黑的不要去再接着下，这个有点上当了。啊，这样的话就帮白棋把上面就走好了。在这之前，古力和李昌镐的一盘对局中呢，古力就是当然不是完全一样的情况，古力是后来实战是这么走出来的。这个评判不太好，就黑棋马上这样的定型不太好出来。除非上边白棋是非常坚实的情况下才肯贴，如果比较虚的话，好像就不想贴。对，后来这个黑棋出来的时候，可能帮白棋两边都走得比较实。所以当然这个谢赫现在是不会犯同样的错误。压一个立下。白棋如果就只能这个压一个呢，这个黑棋也很安心，就算。然后。把黑棋罩住。白棋本来也没想在下边围控。然后搬一个长出来。对，这个棋当然他是如果走这个的话呢，就憋着黑棋这地方只能接了。他没有别的下法。就不可能拖的话被他断掉这个棋形。白棋跟实战比要好很多，他只能接，但是你又接在这儿呢，他可以跳出来，对，这个头就容易出来了。所以白棋呢，实战呢还是选择了长出来，他希望你接呢，我就再立。现在是管一个，然后白棋碰一下，碰一下，这个、碰，是不是在想引征啊？如果他直接长的话，我爬他不敢顶的话我就断掉了。对，所以他退的话我就突破了。他还有一个就是说他实战他是被他碰了一下，这个是能走着的，他然后就退了。因为这其实这样，如果说你走这个时候他可能可以先搬一个试一试。
斑我就粘上，它不是还要走吗？你如果粘上，我可能就顶上了，因为你还有一个下巴，局部有个下巴是挤进来。挤进来呢，白皙有可能就打一个退。哦，这个棋形比较厚，比顶上这一带要厚。嗯，退一个也有这样的棋形。那么你如果接上呢，我就走这个，就这个可能是白棋先碰一个的它的意图。对，嗯，那西鹤来说呢，再拖过，拖过，然后把棋断掉，虎一个。他这棋呢，一个有还有一种棋形是单走这个，但不可能没，对对对，可能没有那个简明，他虎两下黑棋比较简明，因为这个的话他可以搬走，是吧？所以说黑棋实际上这个下法也是挺实惠的。然后再贴，再长，再长，他直接。虎一个，这样的话就可以先手做活了。对，不，他瞄着这个搬出来，这个很厉害。对，如果粘到这儿紧住这个白棋气没什么用，白棋跳一个。黑棋是走个拆啊，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拆啊。很想往中间跳，因为觉得上边的白棋已经很厚了，就会觉得挺扁的。不过这样会有所作为，这样跳也不是很实惠。我觉得可能一个是挂一个，哦，打入挂入，那其实谢赫就一味的就是取实控。对，他是还是瞄着你，如果走大的话，他还要打入，还是要你走小的呢，他就算了，因为这一带他本身还有关子可以收，因为这地方啊，实际上白的还是有点小问题了，这地方有个断点，你不能随便的，比如说那么你来吃我，这个就是会出问题。哦，然后冲过来，上边的对要被断开了，这个白棋就有漏洞了，所以这个拖呢。黑棋等于也不大能够倒了，那只能退。那这个下边其实也不大，这一带空不太大，所以呢，也是谢赫下这个菜的理由。等着你如果走大一点呢，我这两个实控拿的，我以后比如说这样一打路有突过，或者我先走一个菜啊，这个也不难活。对，不好吃它。那曹老，您觉得现在这样一个局面谁优势呢？局面啊，肯定是非常早了。但是黑棋的实控比较多，对，但白棋比较厚，对对，我觉得它中间好像感觉隐隐约约有很大的发展，对对，就是看这样的潜力了。这他现在搬了一下，现在黑的就挺冷静，接着这没有去挤进去，因为这块棋现在死活上有问题，可能白棋啊就是这我是不是这个拐、就是、这些都先手，这一类都有先手意味。因为它挤进去的话，这块棋不活。所以这现在是白棋能够走到，这两天走到，可能白的也算是蛮安心的吧。然后白棋在这边尖冲，对，这个也是。对，我觉得尖冲会不会有点狠，松一点？松一点，现在这个局面下法太多了。或者你说松一点也行，当然从中间这个也来也行，还是比较早。对，我觉得白棋这边很大，但是不知道从哪入手去经营。也不能说尖冲就是不好，你说太深了，对，太浅的话他有把握吗？比如这种甚至于这种，那这个如果围起来不围，就说围起来能围成什么样，就是不知道他能够围成什么样，真的中央这棋是挺难的，真的挺难局面。因为走这个，那黑棋这个爬肯定是要跟着硬的，然后我这一飞，我这个头不就出到白棋的前面这个地方是按理说实际上是好像是显拐的地方，拐那我就你要跳再长，这一带比较厚，因为你走这个我去飞出去，对，这个的话那黑棋就更容易出头了，不是容易出头，但是你自身有这个象眼要被对手穿。谢赫实战是飞了一个棋形略微有点薄，对，白棋跳然后他继续飞，对，因为这个有些棋啊它是这样，就是说
你薄一个有点薄之后，反而第二个就是借着，反正就薄到底了。哦，反正你也厚不了了。嗯，如果你冲击我这个端点的话，我这个端点就没了，这边就自然就补掉了。就是反正两有真的是就有点像数学中的负负得正这种意思。嗯哼，因为它漏洞很多，你冲击我一个，另外一个你就冲击不着了。对，这其他飞呢，当然很明显的就是留下这个冲断。嗯哼，但是你一旦这个冲断之后，可能这个漏洞你 就没了，顾不上了。嗯，这鹤是飞了一个，这个对，然后白棋就冲断。我觉得现在白棋也只有冲断，因为这棋都这么厚了。下法还有一个下法，当然是可能是偏软弱一些，飞一个也不能说就绝对不能下，肯定觉得这肯定没到这个地步，对，就软了。啊，那么他要讲究一个气势，对哦，周围好像感觉都是白棋的人，这个长还不敢这样吗？走这个。然后黑棋跳出来，对，这个地方其实这手棋特别大，即便白的不来冲击你，就这么走一个都是特别大，比如说你走这个，我就走这个，都是对啊，马上都是很大的地方，步一步走，啊，对，这拐下你走回去，我也就连回去了，然后这一带可以有点成空的意思，所以这个先有个头先钻出去，这个是很现实的一招棋。白棋飞过来，白棋飞过来。对，这边其实我觉得被黑棋下来也有点难受。嗯，有心情补吗？那怎么补？就这么补一个。这个跳的话，我再跑。但是不是这个地方，你可能是什么都没走到，这个两个都出头，这边也被他跑了，可能就会这样。哦，我想他走的话，那我就顺着再连回去。但是他这个棋挺难的。对双方来都是很困难的。他从这边飞，但是这边就被人家下，这边就不要了。中央是重要，中央是重要一点，但是能够下成什么样，就是说这个班好像有点凑黑棋的步调。那莫非立一个，或者尝一下脱先？虽然这尝下确实够俗的，但我可以脱先。嗯，对，那走。也有可能尝一下，也许也是一步棋吧。你这个可能手法更熟一点，打吃了接上。然后他对吗？你要接上，我再跳出去。如果能走到也是不是挺不错的？你他有没有可能你这个如果单走这个，我就把你吃了得了。这个在当中就不要了，哦，会不会转换？这个转换怎么样？黑棋也还行啊，挺厚的。对，还有这个。嗯，挖一个也挖不着，可能他也会走这个。你刚才说的长这个，也许是一步棋。不过这个从局部的棋形上来说，白棋是要搬的。但是黑棋就冷静的这一退，那接下来白棋下什么呢？下什么？像日本棋手这样的棋，他是挺会下，总是长一个。他因为不走的话呢，他觉得被他一断一下，一断，你吃太力。好，然后上面被拍一下，对，上面这拍是受不了，夹一下，所以他要长。那这地方还是依然被黑棋断了。白棋还是只有打吃。这个黑棋的步调应该是挺不错的。嗯，啊，打吃。嗯，这下打一个，这个白棋需要提吗？嗯。也不见得非提不可。对，我觉得黑棋黑跳。对啊，我觉得黑棋提不是也是后手吗？这角是活棋，应该是后手吧。中间不是明显感觉是战斗的主要战场，可能是应该跳这个。这个提只不过是一个心情很好的一个大关子。嗯，应该跳一个东西。对，这就是心情是特别好的一个提。石木棋是不太直，但是那中央可能就更大一点了。嗯，然后黑棋再碰，这步棋特别像好棋的样子。反正这个是想飞过来的。不过这棋呢，如果单走这个师夫也行的。白棋压。压能压得出去吗？我顶上，你现在是走什么？
咦，好像感觉怎么没路跑了？没路跑，对，不好跑。这棋要跑的话是尖出去是能够跑的，你这样交换可能娃亏了一点。然后再，他，哦对，这么贴两个再一飞，飞，我断，对，他可以断先手，然后再飞下去了。但是如果这两个不紧出去，他肯定尖出去要跑是能够跑的。就是我在那想啊，因为我飞这个时候，白的是不能跨这个的，跨这个我可以冲过来，你撞我一扳就把你扳死，没气了。那么你现在刚才你说的要走这个，我顶上你，你的出头也是特别困难，可能也是尖，尖的话我再碰，是不是求个步调？对，这个步调会更好一些。因为就是走这个的好处就是不让白棋下这么一个好点，嗯，就是。这个压走的话只能对这个压白棋是一步棋形上的一步棋，就是我如果有这个你压的话，我要顶上你，啊，让你这个行动很不便，对，不是那么随意。对，走这个我可以夹住你，或者是走一个夹，或者就再碰，是这个意思，可能是一种步调。这个当然，这个也是挺简明的一种定型。哦，白棋压一个，嗯，黑棋搬过去，上搬，白棋也搬住，嗯，白棋当然是不大能退的了，这地方退的话，黑的这个长一个线索，直接就压过去了，所以连搬呢，你现在如果走这种。这地方有个吃，在吃这个吗？这个吃这几个小哦，嗯，外边太大，这个不能这么吃。嗯，我想粘上，嗯，我想它还你不用粘，哦，这个，我直接可以冲过来了。这个也你也亏了，中央大，你现在这个要连回去都很艰难的要连回去，但是这一带这个带太大，所以谢赫这个黑棋这地方是下的是正确的，它是。粘上，吃这一个子也不大是吧？打了粘上。对，他不肯就这么吃，他要先粘一个，他希望你能藏一个，我再打吃你。那白棋就这样粘回去。嗯，黑棋是退这个。啊，这个地方仍然有一个断点，他冲了打了之后还有断。有这么一个冲断。嗯，对。白的这个冲回去。黑棋想把这个冲，想把这个冲掉是吧？现在黑的是飞的这个也很大，你把这个拐下去，你受得了吗？有点受不了。拐下去我就做，还是这个吧，还是这个。好，白棋打入，嗯，黑棋拖过，搬，嗯，断掉吃一个。吃。那肯定要从上面吃，这个绝对不能粘。嗯，这个也不见得不能粘，我觉得粘的话，这个形状挺难看。不是，你要走这个的话，我就把这个吃了。然后再补一个。这个，黑棋也有目也有眼位啊。就觉得这形状有点难看。对，有点难看，但是也挺实惠的，因为现在这样，你现在是黑的是外边吃提掉，嗯，他还。叫吃一个，白棋现在假如是接上的话，他就补一个。黑棋怎么补啊？补一个。你补哪个很难受的？反正这个都是。按说可能是应该断的。断的话，这边就没有眼形。不，我这个是先手。嗯。然后我再把这个补回去，是吧？这一带呢，就是你这块棋的眼位呢，你如果走这个，我一冲是通的了。嗯。如果走这个，我应该能跑掉，没问题。你能跑吗？这棋，白棋这么下，黑的危险。对，这边眼位就被白棋应该接，我觉得顺手破掉。白棋就应该接一个，看看黑棋怎么应。我虎。你虎的话不对，虎的话我也很厚啊，我这一接上再补掉，
你这眼位还不够，但是白的已经很厚了，我就是应该接的这个。哦，因为我觉得白棋既然两边都有连嘛，那就不要想断它了，先保证自己。但是这个是有关双方眼位又有木的棋，所以黑棋某种程度上来说可能就应该接，沾上。嗯，虽然棋形不太好，这接一个有眼位活了，又有木又有眼位，这个吃的话，真的被白棋接上的话，黑的。眼形好像稍微有点困惑的这地方，因为你走这个的话你眼位更没有了，白的应该接，我的判断是这样，他是顶上，然后黑棋马上就提，这个提劫大，这个这个冲一个，然后他又提劫是吧，对，他莫非觉得这个劫能打赢，他怎么打赢啊，他现在冲这个打不赢了，上边不是不，你不好找，这个地方都不肯定型的地方，不太好定型。因为白的黑棋什么时候走到这个是先手的话，你怎么弄？我已经活了，这地方马上就有冲断。嗯，不好找劫。现在黑的冲一个一提劫，白的很难办。白的挡上，黑的就消劫了。对啊，那这个地方白棋又不敢挡，挡的话不是被断掉了吗？挡着换，他把这个吃了，反正先不说别的，这个吃很大，嗯，目数很大，有目，而且黑棋也都厚了，吃了十目强了，对啊，一会儿这个冲断就有可能了，对，马上就很现实化，有冲断，这个白棋失败，应该这个劫既然打不赢，就应该把它就粘上，就接上。上边为什么不肯定型？我跳一个，这不都是劫吗？如果我把这个劫打赢了，那黑棋就要做活了。跳一个是不是劫？你很薄点的棋，不见得是劫。我如果接在这儿的话，这个我可能会接在这儿。然后那我就先提劫。那我这个劫打赢了的话，我就暂时不怕这个冲断。也不见得不怕，我马上就作为找劫才找。另外可能作为白棋来说啊，我觉得啊，对于这个劫他就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如果足够的重视的话，当时他可以粘劫，应该粘，对，粘得到的，把那个劫给粘掉嘛，对，是吧，不用那么辛苦的要就是要找这种劫，因为这棋啊你找这种劫真的说他如果硬啊，你要直接顶上被他挡上，那外围有点薄，他不是很情愿。哎，那这个之前黑棋哦，没有机会爬，这个爬他也可能退的，他不一定是我拖之前呀，我拖的他断的，那我拖之前我爬他肯定要顶住我，然后我再走。那是早先是有可能，对。但是这个劫，这劫现在被黑棋这么冲掉的话，黑棋太满意了。嗯，白棋还是挡了下来，但我觉得这个挡一个，黑的也挡一个，黑棋这个挡挺厚。啊，这个地方黑棋不敢作战。我当然不想打到街上，哪有什么把握？看不清了。并不觉得你一定就特别厚。哦，我还以为我这边有一些先手会比他这个。这棋不黑的，这冲掉太舒服。现在白的实际上是一种拼命的态度，你不去搞他，他也来搞你了。靠就爬进去，黑棋立下来。嗯，搬，粘上，然后他虎一个，冲一个，搬掉，然后粘上。不知道为什么冲了搬，不能单搬，这个走那么熟啊，单搬应该也行的喽。不知道为什么要先这白的这么定型。如果单搬你还走这个的话，我总好，这肯定不交换。对，从官职角度来说，以后还有跳，以后有跳，因为这个冲的话有完就有跳，这两个不好，挺俗的。嗯，黑棋补这个，白棋点一个，黑棋不要随手去冲一个，因为你不能看断不了你就能冲，但这个地方被他搬在这儿，你不是太舒服。嗯哼，就接上。但这地方一旦黑棋气长一点是小尖的话，你要补我就通脸了，虎一个长，然后继续爬。这
个白棋没什么收获，套了一个角，但是下面空都没有了。那这边是不是黑棋还行？黑棋把这边、这个、行，这边太行了，黑棋。黑棋把这个全都打了。白棋是出来，这现在黑棋的优势很明显，我觉得。黑棋之所以优势明显，我觉得就是这个解，白的应该接住，这个战线特别长。对啊，那白棋这边亏了，这边又亏了。这边被这个被取缔的话，全盘薄了。黑棋这里一后啊，你全盘就特别薄。你看现在这个他是跳这个，那白棋就马上就要补断了。白的是把两个先压死是吧？黑棋这个先尖一个，确保万无一失。然后他要补活，他要跳补活，然后再飞出来。这完全黑棋主动，因为你也不能去，现在来不及挡这个了，这被一挖就坏，一挖一接他就断掉。他靠，好搬搬。我感觉现在黑棋好像就是想走走后就好了，就这个，然后再贴回来。贴，黑棋就把这个眼给做起来，很舒服的一个眼。然后小尖收官子了。对，想是不是？这个是挺大的，本身官子就大，这个地方你不走我尖，就是一个大官子。现在黑棋是可以脱先的，因为这有吃，这个可以挡，是吧？然后黑棋再继续压一个，白棋跳进来，冲，拐住。这个都走得挺厚实，吃回来，然后吃回来。感觉下着下着黑棋好像木越来越多，白棋好像还没什么木啊。对，白棋现在的木实际上就是这块大木，现在是这个时候是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木棋，加上这六木棋，21木、23木、25、27、30木，30木强一点点。黑棋这块棋十木，这块棋也十木，不到，因为这个地方我挡先手大概。六目棋16，这块棋五目总有的，21，然后那个角15目吧，36，这还有这个，给他算4目强，肯定不止一个天目总有的，并且现在实际上是黑棋全局是挺主动的，这地方你有冲断，冲断实际上不好办，还有毛病啊。现在是黑棋是点一个。现在木上有点细，但现在的全局来说已经变得是黑棋非常厚，全盘厚，你也不能被它搬进去，所以它搬一个，搬，然后长一个的时候，长一个的时候，黑棋终于出手了，对，黑棋把它冲断，对啊，这个致命的一击，对，这边黑棋又下了这么多手，感觉这个白棋确实太危险了。不只是危险，可能接近于就阵亡了，接近于崩溃了这棋。那这个地方为什么白棋？白棋好像一直它能不硬吗？你看这个地方，我能要不搬起来像怎么样？好像一直也脱不了手，除非这个。搬起来你空也不够，这不被这被黑棋小尖你空都不够。现在的话就是白棋勉强在空上还能。坚持住，但是全局差不多，他就差了一手棋。按理说的话，他应该把这个补住。就是黑棋，我已经跳在这儿了，把这两个子都弃了，就是瞄着这个一个冲断。你还没有补，你补的话空也不够，不补的话呢，空是相当接近，也不见得就白棋就领先。但是全盘太薄了，这一冲现在被这一冲断啊，这地方白棋是扳了场的。对，一冲断已经。好像近乎于崩溃了。对，我而且他长还是先手，我就觉得已经没有路可逃了。长，除非长后手，但是也不可能说他现在是走，这个怎么办？那我觉得好像他是不是就尖的时候就没什么斗志了？因为这边这几个都是先手的话，这一冲断，我觉得我都会下了。对，是。我觉得这个地方肯定不能被人家断，如果木数还能蹭的话，对，现在白棋但是被断，不被断它木也不够，刚才是就是30目多一点，对，
黑棋是36，然后加一个这个贴木，那白棋那边是五木，然后这边是15木吗？嗯。20，可能26，20，这是6木。嗯，行。26，28。这加上这点30来亩，这个白棋30来亩，空也不够，即便抢了空也不够，所以这棋被冲断的话，我们来看，实际上是不行了。我们把这个，如果看作这个是先手的话，然后这先不从哪里跑啊？这块白棋的龙，是吧？现在我们看一下他实战，他是还坚持了几手棋，冲一下，然后他长，这个当然一接也不用说了，没有胜负。皮掉，粘上。然后他唯一的就是看看这一块的黑棋是不是联络的，有没有断点。他应该是也没有断点，他是猴是很冷静的一步棋。如果你去打吃的话，那断点就会有了。对，他要粘上，我是不是就可以断这个？就断了，就断。所以走这个的话。因为下一步他保证这个是先手，这个是先手，然后你断的话，我就可以把你一夹就夹、夹死了。所以这个一走回来的话，黑棋已经行了，对，白棋不好办，已经宣布胜利了。白棋是实战还点了一下，一个这个是谢赫是肯定不会犯错误的这地方。然后又断了一下这个反正就找一个认输的台阶吧，这个一夹，这个子是死的，跑不了。对，这个被你冲的话可以退连回来，就这个也已经全部联络了，因为这个你断它可以接在这，没问题。对，如果再吃它，反正这个子弃了无所谓。所以这棋，走到这就是加这的时候。白棋就认输了，投资认负了。那这盘棋总的来讲，我觉得好像谢赫看状态非常好，感觉白棋似乎没有什么对特别明显的机会。对，是，就是其实像这样农心杯这样赛制的比赛，这样状态好坏差挺多的。状态好的话，看其他都看得见，心明眼亮，什么手段都看得见。就是这样这一类的棋。虽然看着比较简单，对，摆在棋盘上就比较简单，就走这个，就特别的快的，就要看30秒之内看清楚，我已经确保联络了。因为这棋如果不联络的话，当时就被翻盘了。如果我一接什么你想不好什么棋，就是要走到这儿，因为他单走这个是好处在什么呢？你不能现在不能走这个，走这个我一走我也对这个要吃这个要连，有这个好棋。所以这样的手段虽然是简单，但是30秒之内你要看得完全正确，但不止，实际上通盘起来的时候完全不止就看这一个，是很多变化你也看得很清楚的话，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对、就是、我觉得这个猴，我觉得第一感可能大家都想先打一下，没什么亏。猴可能能看见，但是猴一个你前面后面的变化马上就在30秒之内，甚至在更早的这冲段时候完全就要看成我已经联络了。这个虽说不太难，但是不管怎么说，谢赫是看对了，很早之前就看对了。对，我想他压一个搬一个，对，那时候就下决心冲断的时候，他已经看清楚这一切了。我这其实白棋确实没有机会，就这个劫弄完了以后，白棋黑棋解下，全盘白棋就变薄了。对，这可以说局势就一泻千里，对白棋来说，这个白棋走之前把这个接上，这是白棋本局的，可以说是唯一的一个机会，就是说这样的战线才变得比较长。不接上的话，这劫一打输，这个形势就没法再马上再坚持。因为黑棋顿时全盘就非常的厚，然后等待的人呢就是在冲击白棋的这些毛病。对，并且对白棋来说，他又没有机会去补后。对，因为他目数本来也不是绝对领先，这个他强，不强的话他盘面15目以上了，被黑棋一小尖的话。对。所以他非得抢一手，抢一手呢，全盘就
黑棋这里稍微厚一点，一动手就完了。恭喜谢赫取得了二连胜。嗯，这样就是这第一阶段的比赛呢，实际上是结束了，就北京之战就结束了。第二阶段要移师韩国釜山。对，就是其实是中韩两国棋手是平分秋色，各赢了两盘棋。下一轮呢是也是由韩国棋手来挑战韩座内的谢赫。对，那希望谢赫能保持这样良好的状态。对，起码得拿到三连胜的 连胜奖金吧。对，而且之前谢赫是五连胜。五连胜。对，是我们希望他能破他的记录吧。好的。好，那我们今天这盘棋就为大家讲解到这，感谢您的收看，再见。再见。